我是韩国的黄牛崔世伟。你们吃饭了吗？身体好吗？身体好吗？okay. 对，我想吃那个火锅，对。喜欢台湾菜。为了学好中文，史源一直都很用心的练习，希望以全中文回答大家的问题。不过当主持问到他对手表的看法时，也把他难住了。我觉得手表是代表男生的自信。自信。对。所以我每次用手表。是。跟 OK。Now I need to translate. 他现在需要翻译一下。OK， 我们完全可以体谅。但是刚才你们都明白了嘛，对吧？完全明白。完全明白。OK。그렇기때문에더많이제가수비를준비했어요아所以我想，手表是非常重要。对。重要的。OK， that's it.